欢迎大家收睇今晚嘅比赛。天气咧就相当之好噶啦，抬头望上天，云都唔多久啊。而球场里面嘅气氛咧都非常之热闹，见到啦，即系两队嘅球迷打气咧，落零度咧，带晒旗仔，一片旗海咁，相当之壮观啊！背景咧够晒壮观啦，咁啊声量都够晒，唔知球员会为我哋带嚟一场点样嘅比赛咧？嘿，话咁快，场波已经开始咗啦！意大利对大阪飞脚，呢下救命啦！比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法兰基迪桑脚法真系好啊！球队嘅英雄、入球王、胜利者、救星，呢啲咁样嘅形容词咧，都啱嚟形容美斯嘅。佢咧可以话前无古人，以后咧都怕且好难有来者咯噃。好多次佢都展现咗王者嘅本色啊！大家都应该预期佢一如既往有过人嘅表现啦。仲未有人攞到个波啊！攞翻个波，佢肯定好开心啦。呢球波过唔到啦。咦，传得唔错啊！截走咗个波。比赛初段你嘅睇法系点咧？两队都唔想主动，都系以保守啲嘅踢法为主，唔想失波先啦。好明显系犯规啊！球证谂都唔使谂啊！我谂球证之前都讲得好清楚噶啦，嗰次竟然系最后机会噶啦。我谂佢起到脚啦。有波入啦！呢球波真系点讲都冇得救噶啦！你睇下刁转到，真系一流啊！呢啲咪佢嘅招牌货咯。意大利相信系冇预计到会发生啲咁嘅事嘅，佢哋可以点样做呢？耶！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经入咗波啦！呢场波开得几好啊！试下射啦！尼基亚救得靓啊！大家一齐追住个波啊！今场波第一个角球出现啦！个波传咗入去啦，清走个波，射到啦，射歪咗。哇！喺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我系咪眼花啊？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传得好，传得好，接得好，有机会反击啦！基斯文、拉菲尔利亚奥。两队只是相差一球，是个比赛唯一的分野，他们领先1-0啊，可以解围啊！拉菲尔利亚奥，他们的防守真的没得弹啊！哇，几乎是被人推开的噃。走井高德，跳啦，龙门挡到。美斯、萨卡利亚反攻啊！正所谓人多势众啊！大阪飞脚踢得够专心啊！直接长传，走井高德可能会推上前，唔得啊，俾人抢翻啊！走井。冇错啊！佢哋就系等紧呢一刻啊！法兰基迪庄、萨卡利亚、拉菲尔利亚奥、高井恒大争赢咗啲下啦！大阪飞脚准备加速反击啊！萨卡利亚、迪比亚路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喎！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！
大阪飞脚就话国家系角球，球证啊睇嚟同意啦。大阪飞脚第二个角球，意大利可以反击啦。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。大阪飞脚稳稳阵阵领先一球，迪比亚路、基斯文两队要争呢球波啦。史道高域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传到前面，哎，守得好好啊！哇，呢球有趣喎！基斯文。法兰基迪庄好抢咗个波啦，好嘢啊！食晒个位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呢球波啊甩咗波，你守得好喎。准备反攻，基萨文攞到波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，要加速啦。嗱，听到鸡声啦，上半场完。上半场我就觉得是势均力敌，不过两队的咁努力加埋都只有一个入波啫。我想球员和球迷都很满意而家呢个比数嘅，问题就是可唔可以 keep 到完场嘅啫？大阪飞脚捏住一球，在更衣室里面的气氛应该不错啩。好，又开波啦！大阪飞脚踢得不错嘅，有机会拉开个比数。不过不需要太激进，可以在进攻之余做好一些防守。哇，扎稳个马，成功就是拿了个波。哎，现在可以反击了。拉菲尔利亚奥不会想输的。全向前，好重要的一个拦截啊。基斯文。萨卡利亚。迪比亚路过程就不错了，可惜的结果就不多理想。他是不是一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呢？喂，这个球怎会自己射的？当然是被人了，不想犯错了。他拉菲尔尼亚奥踢啦，守得好啊，做得好啊。看來就似有機會，不過就被人阻止了，好容易就截到，傳啲波就唔係好順啦。史道高域想甩開對手噃，唉，喺最重要嘅時刻啊，失咗水準噃。嗱，佢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過我諗佢對於隊友俾波嗰下就唔係好滿意啦。美斯起腳射門啦！禁区里面全部都是高佬，矮啲都见唔到啊！咁大压力都解到位。法兰基迪庄、萨卡利亚、美斯同对手单对单，好守得好好啊！迪比亚路追波啦，喂 ，Kimman 啊，讲下你嘅睇法咧。而家个比数唔系好安全啫，我谂佢哋如果积极争取多一个入球咧，应该好过而家咁样去防守嘅。史道高域走井横树，呢个波追唔到啦。哎，好快清走咗啦！基斯文有机会反攻啦，美斯唔会想输噶。萨卡利亚向前啊，基斯文咦，脚法唔错噃。美斯空了，现在怎么样？
你传翻转头再揾机会啦。大家追住个波，踢咗差唔多75分钟啦，力量同力量嘅对决啦。大板飛腳，好明顯佢哋想入多對手一球啦，同埋以攻代守，等對手冇得反擊啊！射門啦！啊，可唔可以？今次得唔得啊？呢球入啦！領先兩球波，現梭球啊，完全控制曬形勢。單後防啊，根本上冇諗到中場咧係會咁樣甩拖嘅，所以完全冇預備對手咧咁樣反撲。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！睇嚟踢得越嚟越順喎，鬥志係真係有回報嘅。嗱，佢哋賽前有個目標，而家就講得出做得到啦。永木良太，快射佢！呢球波救得靚啊！我想追翻呢球波啊！試下壓埋去啦！啊，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。領先兩球，終點在望啦。卡夫應該想盡快反攻啦，有機會入波。呢球波一啲威脅都冇啊！拉菲爾利亞奧，卡夫，呢啲走位後衞頭痛啦，相當之有力嘅頭槌啊！捱腳解圍啊！即刻啊搶翻啦！睇實邊個喺前邊啊？俾人睇穿咗咯！要做嘅事好簡單，就係 hold 住個波。Ci sarà un minuto di recupero。呢個位試下落腳。好啦，个波喺大壁涌嘅一脚下，时间到咯，球证明顶，好全面嘅表现啊！咁啊，两队波咧都出尽力噶啦，而结果亦都反映咗双方嘅实力。Kimin， 俾翻两句评语啊！你睇佢哋嘅节奏系点样咧？佢哋咧冇波在脚嘅时候咧唔急嘅，但一攞到个波咧就即刻啊将个波控制得好好，好快咧已经可以摆到去对手嘅心脏地带啦，唔够默契都做唔到啊！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多谢晒 Keyma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！好高兴可以同你合作啊！